说美国权威的游泳专业杂志《游泳世界》公布了2013年度各项最佳人选名单，中国选手拿下四项。这一年饱受风波困扰的孙杨，一人获得世界及环太平洋地区最佳男子游泳选手两个奖项，何冲何姿则无悬念地成为男女最佳跳水运动员。